现在我马上从垃圾里面找到了一项非常有用的东西，这是一块乳胶皮，一块乳胶材质的东西，很多的沙子，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。读书读的少，不认识个这个单词，你们有谁认识吗？有弹性的东西，难道是这样用的？还是干嘛用的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很显然，这是一个弹力非常强的东西。哇，拉伸比至少有1:4。有了这东西，就等于有了弹弓。我可以用这个弹力，这个橡胶片做成弹弓。有了弹弓，就轮到了我黑夜骑士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哈哈哈。我看上了一根绝好的木头，制作弹弓的绝好木头，就是这个木头，看起来非常的匀称对称。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我需要这个作为弹弓的弓架。刚才那个树枝，说实话虽然很匀称很粗犷，但是确实有点大了。虽然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它加工成想要的形状，但是我们在野外的情况下没有这么多时间和工序，我们要尽量找到适合的能节省时间制作，节省制作的时间的材料。好吧，现在我就要把这块树枝给搞下来，作为制作弹弓的材料。费了一番功夫把这根树枝给弄下来了，这就是我们弹弓的主架弓架，但是我们还要对它进行一下细加工，光这样是不能做弹弓的。上面的皮可以撕掉，完全可以撕掉，露出里面光滑的内心，相当给力。一把弹弓的雏形出来了，注意一定要切在正中间，我只能靠感觉了，我不可能切得很齐，这大概就是它的一半吧。并不是儿童玩具，手感还相当好的。虽然它有点不对称，但是如果你是左手持弓的话，它的这一边有点翘，是更利于手感的。弹弓就是这样，木质弹弓是这样。弹弓的皮筋有了，弓架有了，现在我们还差一样东西，就是皮兜。皮兜最好用皮做，但是在这个地方想捡到自己需要的东西，想要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。我要用我的皮带上的皮来制作皮兜。皮带内层有点破裂了，就把它内层的皮给割下来，做成皮兜的形状就可以了。这个很简单。一块皮兜就这样做成了，我们现在要赶紧把这三样东西组合在一起，变成一把完整的弹弓。 Yes， 弹弓做好了，弹弓做好了，这就是我的弹弓，相当给力。怎么样，把皮兜和皮筋还有弓架连接起来，就是一把完美的弹弓。现在我们去寻找一些石头，试一下射击效果。看到前面这个铁碗了吗？我现在要打中它，大概在2-3米的距离，这个大概4米的距离打中这个铁碗。呵，弹回来的石头，再来。打中。差一点。继续喝。哇，削到边，我看见子弹乱飘了，并没有按照直线的方法射出去，而是向右偏了一点，向右转弯了。再试试这个，还是一样偏了。看来在远距离使用石子，这种不规则的石子精度相当差，我的水平不至于6米都打不中这个不锈钢碗。最后一次试试，
还有一颗。总算打中了。解决弹弓的精度问题，就是使用原整的质量比较高的石子，但是我们找不到这个。我们可以做，怎么做呢？就是使用泥巴制成泥丸，搓成泥丸，并且把它烘干或者晒干。那么泥丸就是一块质量又比较高并且非常圆整的石子，打出去受风阻的影响很小，不会发生弹道偏移，所以我们要赶紧开始做了。泥丸的直径我大概做在1厘米左右，1厘米。你们可以看到我正在搓泥丸，这是我弄来的一种白泥，变成白色以后已经干透了，已经没有了水分，它的硬度高了很多，但是打击比较硬的东西依然非常脆，像这种泥丸我一捏就碎了，硬度依然不够高，所以我今天要利用火把它们加热烧硬它们，这个过程有点像烧制陶瓷，只不过并不用烧成真正的陶瓷，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，这些泥丸就会变得很硬，相当的硬。我怕伤刀，扭一下可以增加孔洞的大小。慢慢来吧。这个罐子现在被戳得千疮百孔，火苗可以透过这些孔洞进入罐子，然后烧干里面的泥丸。到这时候就不太好了，现在我要赶紧时间向里面加火。火在风势的作用下相当的旺，因为下面有个通气孔，这类似达克塔火孔，只不过是用石头搭建的达克塔火孔，原理是一样的。已经过去了不少时间了，我们来看看罐子里的情况，可能不太容易看得见。现在我要像炒菜一样把里面翻动一下，我们来看看底下。翻动一下，真的很像炒菜。烧制泥丸的同时，我们先来制作一板铅丸，看看这个模子是怎么使用的。这里面是把里面吹干净，对齐合在一起，孔洞一定要对齐哈。然后把它用两块石头夹住，紧紧的靠在一起，注意要对齐。看样子是铅水没有流下去吗？看一下吧。哈哈，怎么样？出现了两个铅丸，铅水浇的不够多，因为这个还没有下去，一会再来倒一轮。哎呦，还是烫的。下来。哎呦，我靠！可以看见有相当多的毛边。铅水有点浪费，不过我们把流出来的铅水或者多余的毛边可以再放进去继续融化，这样就会不会浪费了。看看这一板制作的什么样，三个，只不过这个做的不是非常完全，所以很小，不过可以打猎，可以用来打鸟。这个毛边我们削一下就行了。呦，掉了，上来就掉一个，我靠，巨烫，我靠，哎呀，不行，我的手实在没这个力，哇，不行，还是有点烫，再等一会吧。好吧，我看现在差不多了，还有一点点温度，不是很烫了。可以看见这些泥丸变得非常的坚硬，相当的坚硬，不可能用手捏碎了。现在我无论如何用手是不可能捏碎的了，看见没有，怎么捏都不可能捏碎。现在我用玻璃瓶试一下能不能把泥丸打碎，我们试试它的硬度，用玻璃瓶打击它。
第一下没有碎，再来。玻璃瓶碎了，泥丸当然了，这么大的冲击力肯定也碎了，不过没有变得粉碎。看见吗？这是它的一个碎片，粉碎。再来，可以看见瓶子裂了，瓶子裂了，一般的鸟兽可受不了。这个酒瓶的厚度很厚，可以看出来，这一颗没打中。瓶坚强，这是啊，总算塌了。继续哈，fuck。